底下放的这个磁铁就是场磁铁，然后上面这个哈、哦、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线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电在通过去的时候，电流从里面通过去，啊，它会通过起包线，好，那我在转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转，电流是这样转，所以我们用右手的话，电流是这样转，对不对？所以北极就是朝这边，电流是这样子转，所以北极就是朝这边嘛，朝这个方向。然后呢，当它碰到底下的场磁铁的时候，北极往下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被排斥？所以如果你给它轻轻一个力，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放上去，它是直接被吸住的。你刚刚看到它被吸住吗？嗯。我看到。有。像这样，这是直接被吸住的。真的。